所以不是道场的问题，是我们的心的问题，是我们的心的问题啊！哪里身心都自在，哪里身心都不动，哪里都是我们安住的道场，就道场在心的不在相，也是住持之意。此句唐义咒，住智慧心所住相矣，为义咒建立住持智慧心相。上圣至三相，上是最上殊胜之意，意含更上一层之意，意思是说若欲建立智慧的初修行相，能安住之后便更进一步修习殊胜最上的圣至三相。甚至圣人所证的智慧有三种相，或者叫做三种层次，无数有相。唐义啊，做无影像相，一切诸佛自愿处相，为义咒，一切诸佛自愿住持，住持就是安住了，安住自己的本愿了啊，住自愿住持就是安住自己的本愿，说得到做得到的意思啊，啊，你发了那个愿，就一定要去做，就一定要去做，啊，所以有的人呐、啊。啊，像大陆有的佛弟子让我非常的感动，说我在师父面前发言，我回去一定要推广收入啊佛陀的正法啊，我要舍生命一切的财产啊，听得让人感动。我就跟他讲，你今天所发的愿，诸佛都听得很清楚，要能做得到才可以发这种愿，要做不到是不可以的。那他说我一定做得到，哎呀，让人感动不已。啊，这个就是自愿住持相啊，当然这是这是凡夫在发愿的哈，哦，凡夫发愿还没有这种菩萨的功夫，但是这个愿已经了不起。唐义咒，一切诸佛愿持相，自觉圣智究竟之相，为义咒，逆生圣智自觉之相。唐义咒，自证圣智所取相。263页啊，看一下，薄离心智慧相，离是笨，愚痴之意。薄离就是又笨又蹩脚，这个念蹩啊，这个念蹩，个别的蹩啊，蹩脚，蹩脚就掰咖了。这里又是指二圣呢、啊，以二圣之智漏裂，故也有离欲之，又离不堪远行，所以称为薄离。得最圣之第八之地，得就是正德。唐义咒入最圣之就是佛之，第八之地就是菩萨，第八不动地，这一笔上三相修习圣，这能以上面所说的圣智三相因修行而得升起。无所有相者，为声闻缘觉及外道相，必修习一生。无所有相是指离凡夫外道邪见，还有小圣人染净情趣之相。一情就是有情，有情世间，气就是气世间啊，通通理叫做染净情趣，情有情世间，气就是指气世间。是彼修习生为持智之相，因修习而得升起，以空假中三观视之，这可以说是空观。文殊讲堂分院养德禅寺梁皇法会通告，日期是2月18日到24日。详情请洽养德禅寺0492272893 0492271935。文殊讲堂分院花莲佛心寺佛医法会通告，日期1月7日，详情请洽佛心寺0385259992。八关斋戒法会通告，日期12月30日，详情请洽0377433200。文殊讲堂各项活动资讯，欢迎来电索取或光临文殊讲堂网站
www.wenshu.org.tw。诸佛诸仙佛自愿除修身相修身。诸仙佛过去十方诸佛自愿啊自发的本愿，就是过去十方诸佛因中修行时皆各有本愿，以成熟有情严禁佛读菩萨一直修行假冠，便能升起此智慧力，此际为义咒为诸佛本自作愿住持诸法。你今天不要犯诸佛的，不要不必发到诸佛的愿啊。你今天如果能够发个愿，说我这辈子要持大悲咒十万八千遍，哦，就不得了了。哎，很多人就已经持了，不过不晓得用什么心持的，我就不知道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七的拖到家那了吧？而且七夜哦，啊，就好像有持跟没持啊，这样子力道就小了，力道就小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说如果你发这个愿哦，就已经不得了了。不要讲说我要度众生，你发的我往生咒要念一百万遍，因为往生咒比较短嘛，哇，这个都不得了，这个孩子就值得赞叹了啊！我就发度无量无边众生，那没有办法了，那个很难的。那说发佛陀的啊本愿力，哦，这个难。可是众生有可以发。我要完成的念头，我有的人发楞严咒一天要持七遍，五会的五会楞严咒，有的人一天要持十遍二十遍，这个对我们都很赞叹。有的每天诵金刚经，所以这就注意啊，凡夫必须啊借经咒念佛来摄心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修行啊还没有达到究竟解脱之前，我们暂时用依靠的，依靠佛力啊，念佛啊，依靠咒力啊，加倍我们啊，依靠诵经啊，欣喜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一个人都不定功课，他就茫茫然，也在困气，我们才会冲上，对不对？阿弥陀佛啊，念故意的说，死你妈先啊，我昨天我没休困啊，也刚做对不起，晚的不够强。万年不告懂，对不对啊？因此我们就要知道，如果我们有定功课，我们的凡夫的心他就不会生了啊！我今天功课还没做，哎，当然这是一种用一种凡夫最直接了当、最受用的是这样子做了啊。那如果要不然你凡夫你也没开悟、没见性、没办法度众生，要整天无所事事啊，也不做功课，那不行。所以诵经佛力会加倍我们啊，念佛佛力加倍我们，持咒佛菩萨会加倍我们。所以你看呢啊，如果有人持大悲咒哦，只有一个大悲咒哦，对不对？临命中啊，十方清净国度随应往生。那、如果没有这样，观世音菩萨不成佛。观世音菩萨是过去正法明如来了，现前观世音菩萨了，当然能够满你的大愿了啊！当然那个念持那个咒要至诚恳切了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有人发愿念啊三十万遍的往生咒，那么在这个经典里面写得很清楚啊，平常念这个往生咒，诸阿弥陀的佛光助点啊，无诸灾难，就是每天读的那个。有点司马库斯一关代志，对不对？而司马库斯那个事情其实事实是很冤枉的，对不对啊？一辆车子要下来啊，一辆车子要上去，那就熄火啊，那个可能现在有两种讲法，说那个司机反应太慢，因为没有拉手刹车，可是那个司机意思是说啊，当时候乱了，因为那种车子是熄火以后都会撸，没办法刹不住车，是两种讲法，一个下来一个上去，哎，熄火，那叫都会撸，翻下去，350公尺，350公尺多高你知道吗？
三公尺一层楼，350公尺超过台北101大楼，而且都可以到古月游啊。对，只有一对夫妻喷出去，挂在树上，树上高高挂，啊，那个夫妻没死，也死了13个。我看到这个，哇，吓一跳啊！啊，苏马库斯，我们讲堂刚刚去过。哇，这怎么得了？这要死是法师6、7个通通往生的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现在这听到就哦，那一天晚上我就很难过。哦，还好法师哦，不要我替这种地藏菩萨给呛。啊，大战啊！啊，整团还好平安回来啊，所以就还好啊，还好。因此啊，人呢，这个生死一瞬间啊，你要发生什么事情啊，也很难讲，也不一定说怎么玩才叫做快乐，应该讲是安全第一了，你还是要安全第一了啊。但是那个也是共业所感，你说报纸登的真的假的不知道，报纸登的说他那个德铁路的时候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拉他们，那个定力就是不可转了啊！现在发生这种事情太不可思议，气得上去不对劲，锁刹车拉起来就 OK 了。可是慌了，后面好像有东西在拉着，就是车祸会发生，非发生不行。简单讲，那13个人的掉手告慰，没办法，没办法改变的，没办法改变的。啊，所以这些什么国小啊、同窗啊，这样一出去，走了3个，好几对的夫妻啊。如果他的儿女看到了爸爸的尸体、妈妈的尸体，也不晓得怎么哭，很难过的啊。所以这个讲堂啊，如果以后呢，有人要办什么郊游呢，最好能够上网看一下那个路况怎么样，对不？咱们一定要去看那张神木，那张神木是如何看？那看个13条是免不去，啊，对不对啊？因此啊，还是要小心一点的，健康第一吧，哈，生命为重，哈。接下来自觉圣智究竟相者，一切法相无所计着，所以这是自证的中道自相，因为离空假，所以一切法相既不计着，以及无所着，所以引申中道之智，此为三观的中观。得如幻三昧身，得是成就以一切无着，所以能观诸法如幻而成三昧。264页，如幻的三昧身是报身呢，诸佛地除啊，尽其行身，为此自觉甚至即如幻三昧身，皆由于菩萨在诸佛自证之境界上精进七相修行而得身起。这三圣智相都说身，这是指长养而的成就，为勉励啊修行人啊修习之意。修习就是你一定要精进，听经闻法也是要精进的 啊！诸位能够撑到今天呢，能够听经闻法，从开课以来到今天这样坚持，师父大受感动，大受感动啊！听说楼下不是没有人，两只柱子后面不是没有人要坐，我听得得到的信息说后面太冷啊，那个冷气一吹的话啊，就太冷，所以。很多人都选去里头啊，二楼的人听说身体较冷心啊，没看到灌冷气了，所以里头吼身体拢较慢，意思啦，用不着坐楼卡啊，靠抵抗力的哈。听说后面的冷气很冷呐哈，所以很多人都哇吹不起冷气啊，太凉了，所以就跑到二楼，不是不想。到楼下来捧场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接下来264页，义观是复次大会啊，菩萨摩诃萨以上所说的最初的建立智慧所修之相中安住不退后，
应当更进一步精其修习最上殊胜的圣智三相。什么是菩萨应当其修习的圣智三相？就是无物所有相，一切诸佛自应处相，自觉圣智究竟之相。若菩萨修行得此三圣智相仪之后，便能舍弃二圣漏劣的薄缕心智慧相，